所以不要天天拿着念佛经的书说着拜佛的话，但是犯下了很多口业，让自己的佛心佛德有漏啊。所以真正的舍，要把自我都要舍去，没有自我有什么自我的，我有什么啊？所以要面子的人就叫执着。师父经常有意批评你们，当了很多人的面我批评你们，就是要你们放下呀。你做错了，你不应该接受批评吗？你批评了之后你脸红了，说明你没有放下，你还有执着功高我慢。首先要认清自我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算一个好人还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，还是属于一个坏人，你自己要对自己有所掂量啊。所以你在心中不要去跟人家计较，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，实际上任何的斤斤计较都会造成因果。只有理解他人才能善解因果，只有帮别人承担，你才能离开恶念恶语诽谤和逆境。所以你去想想看，帮助别人，你是不是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就不会有逆境了吗？你去全心全意的去帮助别人，谁来诽谤你？你今天离开了恶念恶意，那么你承受的那是善因果呀，而这些善因果跟它相应的就是别人来爱你，别人来帮助你，别人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。所以有的时候在人间看人，不要这个人做的对，这个人做的错，看问题有时候不要在自己心中先有一个是和非，这个人讲出来的话肯定错，这个人我告诉你没有一句话是对的，你怎么知道他没一句话是对的？这个人很讨厌，你觉得他24小时都讨厌吗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宽恕别人，不要用自己的邪知邪念啊，因为你对人家的看法不公正，所以你就会错看别人。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心来用正常的观点看别人，你最后就被别人看不起。因为你看错别人，人家当然会说你这个人很没有礼貌，很没有文化，你这个人有嗔恨心，有嫉妒心，所以你的自私心和欲望心才会产生，听懂吗？啊，所以你去非常有芥蒂的去伤害别人啊，那你慢慢的一定会离开清净心啊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穿得很整洁，但是他的心不清净了。